中国望海祈福第一例。咋拉户了呢？望海祈福圆梦轮，这是铜的，这是啊，不像。秦始皇于公元前215年东临碣石秦皇岛，并在此拜海，先后派卢生、侯公、韩宗等两批方士携童男童女入海求仙，寻求长生不老药。明宪宗成化13年，立秦皇求仙入海处石碑一座，以记圣境。这是二公司啊，是装煤的啊，那些船那个海都在那个外边等着，啥时候你进来你才不进来啊。船凡是进港都不是他自己开，都有拖船推的啊，他就把他的发动机全停了啊。这么回事？哎，怕你他妈停了嘎呀，不好使，哎，给串了吧。看看这个字儿，都是福字，各种福，万福。你要读历史都知道谁是干啥，是卫士，这个那的。嗯。等不明白，一个服装一个一样。谁长啥样，谁是什么像？这是秦始皇的像，石像。一般人死在这上船，完上日本。啊，从这儿啊？啊，对。行，你看这个秦皇为啥是第九吗？你这边嗯，这个牛，给这送走的，送走的，对，嗯，完了下那玩意儿，那啥船的游轮嘛，就在这靠吧，谁要坐船就奔着上，就上船，嗯，啊，长得都不一样，装备啊，都各种各样。这也是个雕像，这个是老的，那边是。新修的，那是船了，这一看是走船，哎呀，大部队。原来带江姐。嗯，带插小旗儿来的。你们要是吧，你唱哪块你就随唱后文。嗯。你唱一讲。唱你，你整的聪明。我那回上哪儿了？我那旁边听挺明白。人家讲，人家专业讲的明白。对，跟咱们不一样。这个是仙人祠，也是祈福的。这儿有一个大钟，敲钟的许愿的，喜结良缘，步步高升，财源广进，金榜题名。这个书。导语啊，说两句话呀。说两句话，三姐你给说两句。三姨，那都专业的，我都没有准备。给大家介绍一下子，今天我们回家来吃饭来了。我爸和我大哥没回来，我们这是我三姐，是我大嫂的姐姐，亲姐姐。三姐，好，谢谢，欢迎光临。哎呀，我三姐原来是那个广播员，这是特别厉害，声音特别好。嘎嘎的，一般、这个是我侄媳妇儿，这穿绿衣服，这是我侄媳妇儿。对，完了之后我们还有另外一层关系，这是我发小，我们同学，同班同学，从小学到初中，我们是一直是这些年的同学。这身份太多了，啊、真是。可不嘛，我大嫂，我大嫂又给我们做的菜，辛苦了我大嫂。哎呀妈！这家给我急的，我咋不让我上镜呢？哎呀，我大嫂，辛苦了，大嫂，干杯！来，三姐，你知道吗？你大嫂还有另一层身份啊，歌唱唱得好，歌唱家。一会儿又给我们唱一首。我们家的歌唱家，歌唱家。我大嫂昨天就要领我上歌厅，但是昨天喝的有点多。接着去。接着加三姐啊，都去，都喝好，都唱着。接着去，就是我们今天这是全部的。女同志，完了男同志干活啊，男同志干活。你去吗？我不去，我回家陪猫。啊，陪猫去啊！我听说你回家吃面包去。来，大嫂，辛苦了，远道而来，欢迎。不辛苦，就是高兴，高兴，乐。来，哎，我都要喝进去了。你忙啥事？来菜，这个你看这颜色多好，有馅儿的这个。哎呀妈！鼓掌。吃麻花，这麻花真好吃。我再来，有点麻花。下一场来，再来，下一场。穿衣服，我身上衣呢？
就是。你说现在你哪见过，就是说这60岁。我没有上一场了，我大扫除，我没上过。我三姨和我徐妈身上有精神，唱歌一句，包括我看我老舅。就是比我们年轻人是，这是什么生命力在，你知道吗？妈，你不要那么做作，是不是三姨？这特别假。哎呀妈！你妈抱了。走吧，我真准备今天要撕干净了。三姨，好，谢谢。你永远是我三姨。你那里多穿点儿。我怎么做也那什么，可冷了。感谢不了三姨。给你找个我给你找个娘家看孩子大爷啊。那我看孩子。不行冷。你我不给他倒上，没事。不行不行，还得套一个，还得套一个。喝一杯酒顶着他，可冷了。他们脸上通红了，他冷啥呢？不冷。粉他说不冷，三姨我就不冷。嗯。冲他俩是得喝多了，嗯，完喝点有点笑。要笑了吗？我们出去溜达一会儿，我大嫂请我们唱 K 一下，我也下一场时髦一下子，放假了，这都是年轻的时候才有下一场的安排，没想到这么大岁数还有那下一场。上一次以前的时候下一场就给我喝迷糊了，走，我们四个女硬，男都是在家洗碗刷碗。那你倒挽留我一下子呀？哎，不是我鞋呢，嗯。那你倒挽留我一下子了吗？哎呀，我真是舍不得你们了，你们别走了。那好赖要留下吧。哎，怎么了？哎呀妈呀，唱我们这个。这冷吗？这俩都下楼成快。你慢点儿。没事。头发点啊。你慢点，小姑来。走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这不容易啊！这来一句，这老不容易了。你说你三姨夫没回来，走道就整块了，根本跟不上。跟不上，啊！我这全程记录了啊！哎嘿，哎，哎，这就是怎么了？我们的榜样，这前奏来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就是哎呀妈，跳过去的，这都是我们的榜样。我坐，三姨，坐头前不行，还得挂着带子。等会儿啊。我还不愿意系安全带，都是。对，系安全带嘛。就这么点，你不那个什么？哎，我行，三姐。嗯。我们这一帮女将。我带我开眼界去了。哎呀，儿媳妇买单哈。嗯。哎呀妈，现在你又儿媳妇买单，大嫂。我咋完了吗？儿媳妇买单。你就坐，慢把安全带系上啊。系上了。嗯。这我大嫂领我们来开眼界。开眼界。二楼103。谢谢。哎呦，大嫂你太厉害了，大嫂。木棉是个名儿。是的，这是品牌的。K03 呢？哎呀，K03。嗯。这个号码需要记录一下子。包房。哎呀。包房。这小包房啊，这是啊。都多少年没来了，大嫂啊。来，给先给那些学生哥点歌了。我你先来，大嫂。你来，练声啊！你来，我先点一个啊！哎，你先点个尖端的。我整个尖端的，一会儿我先看看哪个尖端。其实这也很不容易，你看我大哥没在家，完了之后我大哥跟我爸在那头呢，我大嫂领我们来 happy 的。哎呀，跟我妈全是开心，太不容易了，大嫂啊！去第二个点，别让他痛哪了。刚才给这干啥呀？刚才那啥呢？消消毒，把那个。套拿过来，那好，找套呢。嗯。大西边来一个小伙，他叫马吉，眉峰子少提堂，华夏的子弟，只为。
你要
作别何必泪眼，太厉害了，你得七十多岁呀、啊、你都底气十足，都专业的朗诵的老年大学的，我们大学活活生一个班的。我的工人最给力。